谁呀？是我 ，Anson。请进，请进。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朋友。很高兴认识你。我也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朋友。很高兴认识你，你这很大也很漂亮。谢谢。你想喝可乐还是茶？请给我一杯可乐吧。对不起，我没有可乐，因为我弟弟喝了可乐，所以我给你一杯茶，好吗？好，你在哪儿工作？我没有工作，你呢？我也没有工作，你喜欢什么？我喜欢打球，还喜欢听音乐。我也喜欢打球，还喜欢听音乐。你这个周末想去打球吗？好，我们上午七点去打球好吗？好，这个周末见。